各位觀眾好，又回到嚟午夜廣場的歷史係咁話啦。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歐陸球場與戰場啊。咁啊，聽就知啦，都係定係同足球有關啦。依啲咁嘅時候咧，大家我哋四個人咧，八隻眼八個黑眼圈，你就知道咧，大家都係喺即係足球嘅狂熱當中噶啦。咁啊，除咗同我哋講嘅咧，當然係我哋戰隊自己講翻啦。咁啊，我啦、Michael 啦、小毛啦，同埋樂言啦，咪一齊同大家講啊。咁啊，我知道咧，網上都觀眾咧好掛住樂言嘅，咁但係樂言一直都有錄噶，咁之前都有錄一集噶啦已經。咁啊，其實我好早已經有錄。係啦，咁所以其實樂言一直都喺度嘅，咁啊不過樂言係依排臭女啦，咁啊臭女睇波啊更加係一流添啊，咁啊所以真係非常好。嗱，咁我等我解一個題先啦。好，非常之簡單嘅啫。咁啊依個題咧就取材住張愛玲嘅其中一個即係寫嘅劇本啦，就係叫《情場與戰場》啦。咁啊就係即係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在粵語的即係長片啦，裏邊曾經出現過咁啊，情場如戰場，球場都如戰場，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嘅，咁啊唔一定球場係戰場，咁但係咧可能喺歷史上面咧好多時候咧球場咧真係戰場一樣嘅，咁啊呢個咧我哋一陣間會同大家繼續去傾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可以話咧係一個即係。歷史係咁話 special 嘅，點解呢？真係每一年嘅大賽年基本上我哋都會做一集同足球有關。咁啊，兩年前其實做過一場叫《蹴鞠長鞭萬人看》咧，都係講足球。咁啊，所以其實我哋都係為咗配合大家嘅足球狂熱，絕對唔係公器私用啊。咁就為大家咧就講下足球有關嘅話題嘅。唔係，反正而家喺公眾場所都唔係好容易揾得翻嗰條 link 啦。咁所以我哋可以重複翻上次蹴鞠。係咪即係講翻兩年前嘅內容就搞掂啦？唔係㗎，咁同兩年前有啲唔同嘅。你記唔記得今日嘅組合唔同咗咩？我哋今日出場嘅 line up 唔同咗啊嘛。因為有啲球員咧，經好似黃興貴咁講咧，有三個問題唔可以俾佢出嘅，就係唔夠快、跑得慢同埋冇速度。咁即係彭家齊今日唔可以出啦。不過可能咧最尾一分鐘有彩蛋未頂㗎，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領走啊！最尾一分鐘可能會出嚟有彩蛋㗎，因為咧蘇斯克查都係最尾一分鐘先入波㗎。即係譚家齊其實就係最強後備啦。係啊，佢可能會出嚟，一出嚟就絕殺啦。除非唔出，譚家齊傢俬居嚟咁樣啦。如果唔就咁走嘅話，就迂走咗之後係傢俬居嚟係嘛？即係真係睇波咧，我哋個個都係睇到咧，即係有黑眼圈啦。你聽我把聲就知道。要用音樂情人鄭子誠嗰個音量去講，就知道我哋睇波起碼就睇兩場起三場止啦。不過好，歷史係咁話咧，就係啱啱喺兩場波中間嘅時間，咁大家可以喺度傾傾歷史。不過足球嘅歷史咧，就唔係淨係講蹴鞠啊、自古以嚟啊、邊度嚟啊、邊場波邊個贏有關。因為咧喺大嘅足球歷史入邊，特別係歐陸足球歷史咧，如果你唔了解佢哋嘅政治史，唔了解佢哋嘅地理地緣咧。其實咧係冇咁好睇嘅。不過你不如講咗，我今日係主力講歐國杯啦，係嘛？因為即係咪應該叫歐洲足球錦標賽？即係官方名稱。全名全名係啦。咁我哋講咗啲硬嘢先啊，即係譬如話基本史料，我哋交代咗先啊。即係歐國杯點嚟？唔係講波咩？做乜講史？唔係咁，我始終係一個歷史節目嚟嘅。即係雖然我哋今日用足球去睇歷史，咁啊頭先阿 Michael 講咗，體育其實同呢一個政治啦、歷史一定會有好密切嘅關係。不如我哋可能先講下我哋自己睇歐國杯嘅嗰個經驗先啦。我就真係年紀大啲嘅，我第一屆睇歐國杯咧就係當然唔係走去飛去現場睇啦，喺電視機睇轉播直播啦。1984年，係啊，即係法國攞冠軍嗰屆。咁啊嗰陣時其實真係啟蒙咗我睇足球嘅，我就係見到一隊波叫西班牙，咁就係當年決賽輸咗俾法國。吞了兩蛋嗰隊啦，咁嗰陣時有幾個球員我已經覺得啊幾正咁，其中一個就係當年皇馬好出名嗰個前鋒叫布達堅奴啦，後來喺86年嘅世界盃對丹麥咧嗰場16強一個人入四球嗰個人啦，咁就係咁樣我就中意咗西班牙，一路中意到睇住佢好沉淪，即係喺歐國杯啦、世界盃不斷地沉淪，睇嗰段時間都係一路去到2008年見到以為終於掂啦喎，攞到歐國杯冠軍，跟住又攞埋世界盃，再蟬聯成為唯一一隊可以。衛冕歐國杯冠軍嘅波，咁就覺得好開心啦。跟住佢又再沉淪啦，咁啊之前又睇咗一場今屆嘅歐國杯嘅比賽啦，又見到佢喺外面喺度每下喺度猜波啦，明明可以起腳都唔捨，真係睇到火都嚟。嗰啲先係西班牙足球嚟㗎嘛？西班牙足球嘅精髓咯，係咯。咁大家點樣㗎？我睇歐國杯咧，我成日都好拗頭嘅。咁點解歐洲係咩嚟嘅咧？咁第一屆歐國杯。60年，蘇聯攞冠軍，我梗係冇現場睇啦。一睇我知道我係嗰時有排未出世啦。梗係未啦，你係上一世未輪迴。我睇翻嗰啲網上圖片啦，同埋精彩就話蘇聯究竟係歐洲定亞洲嘅咧？跟住點解嗰一屆英格蘭、荷蘭又唔踢嘅咧？
跟住睇下睇下，咦？點解歐洲比較想做歐洲大嘅咧？咁點解哈薩克斯坦又會踢歐國杯嘅咧？明明我哋先至講之前有中亞大草原，先至話佢係亞洲嘅一部分。仲有一個完全冇邊疆喺歐洲嘅以色列，係屬於歐國杯嘅參賽。係咯，咁點解黎巴嫩唔係踢歐國杯咧？喺隔離敍利亞，敍利亞。咁就點解科索沃又踢歐國杯咧？係，所以好多嘢搞唔掂啊！除咗即係睇球星、睇球員同埋睇賽果之外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仲係好精彩嘅。係啊，嗱，譬如我哋睇一間樂園繼續分享，我都係揭幕戰嘅時候咧，就係意大利對呢個土耳其啊。咁啊，意大利土耳其嘅時候咧，因為大家想像啊，即係想像入面，意大利真係即係西歐嘅歐洲美男子拉丁風情，係嘛？咁另外一邊咧就係土耳其咧，就即係有啲想像有啲亞洲嘅味道啦嚇，有啲嘅鬍鬚嘅樣，有啲嘅地中海嘅味道喺土耳其。咁其實大難都扯唔埋，你覺得兩邊好似好遙遠咁嘅地方，同兩種文化圈嘅。但你一都睇落去，坐低諗一諗，咦？其實兩邊無論係即係外觀啦、高度啦、形態啦，其實唔係真係爭好遠。再諗一諗，咦？其實都可以叫做西羅馬帝國大戰東羅馬帝國嘅，拜占庭、羅馬大戰君士坦丁堡嚟喎。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嗰個想像係放闊啲，喺個地理學嘅想像放闊啲咧，發覺其實歐洲好多嘅即係地方之間係好大巨大嘅差異咧，好多可能係我哋想像出嚟嘅啲差異啦。一反翻去歷史咧，嗰啲嘅巨大嘅差異一擺落去就發覺，咦有啲好似好遙遠嘅地方咧，其實係好接近嘅。有啲好接近嘅地方咧，反而係即係未必有聯繫都唔定。出完講得好嘅，土耳其一個非常值得要講嘅例子啦。而家可以其實講少少啦，就係唔單止我哋球迷或者歐洲足協對於土耳其嘅想像，係土耳其自己對於土耳其自己本身係屬於邊一個州嘅想像都好緊要。譬如你睇今日我哋就好正常啦，咪土耳其啊嘛，佢哋好多球員都喺歐洲揾食啦，佢哋歐國杯啦。但其實佢喺戰前咧，其實主要係同東歐或者同亞洲嘅球隊比賽，係戰後佢哋個外交政策改變，希望靠攏西方，覺得喺西方方面喺經濟、外交特別係球員揾食上面係有幫助。佢哋堅持唔踢歐洲唔踢亞協，唔喺亞洲出線，因此而得罪咗國際足協，而踢唔到1958年嘅世界盃。但係佢堅持咗一下，下一屆咧佢就可以入歐洲踢歐洲杯，所以佢係將自己嘅身份轉化由邊緣與尖間離開亞洲進入歐洲。呢個並唔係一個足球嘅過程，呢個係一個政治同外交嘅過程。喂，頭先你提到呢樣嘢，足協都唔係有時咁堅持嘅，即係例如有一個國家叫以色列啦，咁啊佢因為喺亞洲足協係不獲任何席位啦，所以最早期參加嘅嗰個位置就係大洋洲嘅足協。哦，咁搞笑！係啦，以色列參加。佢參加一個星際足球賽啊，係南極洲，南極洲足協。係咁，所以贏緊喎。第一大洋洲嗰個附加賽永遠都係對南美洲第五或者第四啦，咁所以變咗基本上以色列都冇辦法有機會。咁後來就獲得呢個歐洲足協嘅方便佢照顧佢咧，就開始轉移去。去踢翻歐足協咯，咁但係我頭先大家講到裏邊成個歐國杯嘅歷史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大家都可能等緊講就係其實英國啦。咁但係英國就係現代足球嘅起源啦。咁當然呢個字眼有時候會有話唔係，你喺邊度都見到啲圓形嘅波啲人踢嚟踢去喎。咁但係我哋要去講嘅就係英國係第一個地方有職業化嘅足球啦，有國際間嘅足球比賽啦，有甚至乎係一啲聯賽。杯賽的地方，咁所以咧，英國的足球亦都係我哋要講歐洲足球一個必須要提及的地方。因為點解我覺得有興趣呢就係睇你著衫就知咯。你點解有興趣就是因為想你想講你心目中最強的利物浦市最強球隊，愛華頓啊嘛。利物浦市第一隊球隊就是愛華頓啦。咁我幾時覺得愛華頓是好過？另外一隊嘅，梗係啦。咁但係愛華頓嘅起源其實係嚟自一個教會嘅球隊嚟嘅。咁其實咧，最初大家知道英國嘅足球嚟自啲精英階層貴族嘅一啲足球嚟嘅咧，例如啲伊頓公學啊，嗰啲校牛津，哈魯商係啊，嗰啲牛津大學校友咧就可以參賽嘅。唔知啊，我哋譚師傅有冇參加過咧？咁啊嗰陣時咧就足總杯就係呢啲精英參與嘅。咁但係後屘咧就開始啲精英咧可能畢咗業啊。去喺一啲例如蘭開夏、曼徹斯特啊、利物浦呢啲新嘅城市裏面工作去開廠啊，咁亦都有啲係大學生、師範學生，咁佢哋就喺一啲希望去幫一啲貧苦小朋友，咁所以咧佢哋都教啲小朋友踢波。
咁所以開始將呢個足球運動由精英階層慢慢帶到工人階級。所以我哋今天見到咧，有好多我哋熟悉嘅英國嘅一啲叫做聯賽嘅球隊啦，咁亦都後來就英國英格蘭嘅主要嘅一啲效力嘅成員咧，其實嗰啲嘅球隊都係嚟自工人嘅，例如最好聽嘅名字叫水晶宮，係冇錯。咁係嗰班就係興建博覽會嘅水晶宮嘅嗰啲工人組成嘅。曼徹斯特嘅工人就係起鐵路啦。咁當然亦都有教會背景嘅，例如頭先我哋講到愛華頓啦、亞士東維拉啦，或者係伯明翰等等，都係同呢個教會有關係嘅。咁我哋提到有一個球隊完全咧利字頭嗰啲咧。就是另一個層級啦，就是嚟自於地主階級去希望去展現自己商業嘅發展嘅機會。其實你見到足球慢慢開始英國咧，唔再係單單係一個娛樂嚟嘅，慢慢開始向下唔同嘅 class 啦，唔同嘅階層裏邊都去享受啦。咁但係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值得頭先 Michael 講到，其實足球點樣同政治有關係咧？咁呢個就同1870年代一幅好重嘅圖開始啦。咁我哋1872年咧就有英格蘭對蘇格蘭嘅國際比賽，記住係國際比賽，唔係國內比賽喎。係啊，因為國際比賽 international 嘅。咁你見到咧黑色衫咧胡鬚啲嘅咧，嗰啲就係蘇格蘭嘅代表啦。咁白色衫咧就係英格蘭嘅代表啦。你見到佢哋當時咧就係英格蘭去格拉斯哥去作客嘅。咁啊呢個亦都係當時就0-0打成平手啦。咁但係亦都代表住咧。兩個國家啦，嗰陣時英格蘭同蘇格蘭之間有好多矛盾。我通過足球都要解釋下，佢哋大家都屬於聯合王國嘅嚇，但係佢哋自己想像自己係兩個國家，佢哋想像自己係國際賽，所以咧都同卓然講咧，係對於透過運動對於一個團體國族嘅想像好有關係。足球起源喺英格蘭啦，即係南方啦，咁但係其實蘇格蘭見到你哋班人踢得咁好，佢就刻意去栽培佢哋自己啲球員啦。咁希望借足球咧，其實對抗翻所謂中央王朝啦，或者當時英格蘭作為一個，其實我可能喺呢個聯合王國可以有更強嘅勢力嘅。係啊，就見到阿諾言嘅愛華頓波衫咧，就永遠諗起阿黃興貴嗰句嘅，就係愛華頓咧就係借渣嘅價錢，燒我嘅味道。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都講到一啲歐洲觀念嘅部分啦，都可以借住依個咧提一啲，即係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啊，諗下其實中間有啲咩歷史嘅虛位係可以即係做啲反思咁嗱。譬如我哋可以講話歐洲嘅歷史啊，即係如果早嘅歐洲嘅歷史，我哋睇翻咧，歐洲歷史嘅發源嘅實質地理位置咧，其實好多地方都唔係歐洲嘅。譬如好多嘅時候嘅實質場景咧，就喺地中海啦，或者愛琴海邊啦，甚至愛琴海東部啦，甚至乎咧今日嘅近東地方啊，譬如以色列啦，正話譬如講到咧敍利亞種種嘅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啲歐洲歷史嘅發源。如果要講個基督教文明嘅話咧，更加就係咁啦。咁譬如如果一直延伸落去嘅時候咧，就譬如講到奧圖曼帝國啦，譬如土耳其嘅前身啦，講奧圖曼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咧，如果真係嚴格計奧圖曼咧，奧圖曼嗰個擴張咧，今日嘅土耳其境內其實奧圖曼稍後先至完整完成嘅，尤其土耳其東部當時係啲什葉派嘅即係力量喺裏邊，其實未嗱觸及嘅一啲嘅遊騎兵啊，啲嘅分子。咁但係咧，巴爾幹半島咧，反而奧圖曼咧早期咧已經即係佔領住啊，保留住嘅地方。咁之後。我哋講南斯拉夫嘅時候咧，依一個話題會繼續接落去。咁簡單講嚟講係咩咧？就係話所有嘅歐洲嘅觀念或者歐洲嘅想像咧，其實好漫長嘅時候咧，都係唔係話以今日地理嘅邊界而去定。所以反而咧，正話譬如我哋提到50-60年代話土耳其係屬於亞洲定係歐洲嘅爭議咧，即係你問我嘅話咧，你擺佢喺亞洲咧，其實係一種忽視歷史嘅結果嚟嘅，即係你。即係你無視咗一個歷史嘅發展，先至會認為，你條線喺亞洲，你翻翻亞洲啦，即係咁樣。咁所以你問，即係再早啲，即係譬如你問下亞述人，一個亞述人佢視自己係咩人嘅話咧，或者話較當時實質上今日嘅主要歐洲地方啲西歐嘅地方咧，仲有啲盲夷之地嚟嘅，係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將佢斬開咧，可以話早期嘅歐陸嘅歷史其實喺今日近東發生，而我哋話近世嘅歐陸嘅歷史咧，先係今日西歐裏邊咧就去展示。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去理解嘅話咧，歐洲嘅觀念咧其實係一個猶疑浮動嘅能指，即係佢嗰個指涉咧其實不斷咁改變緊。所以卓然講呢個好重要嘅分享就係其實同時間我哋都影響咗我哋今日對近代或者當代歐洲嘅影響，就是因為我哋成日覺得歐洲就係工業革命之後嘅歐洲。
咁亦都起源於因為我哋好多嘅生活習慣啦。如果你用文化史嘅角度啦，例如我哋運動啦、我哋體育活動啦、我哋一啲娛樂啊，我哋都係受英國，特別係工業革命之後嘅英國嘅影響。咁所以我哋成日當講到歐洲嘅歷史嘅時候，我哋都其實諗緊係一個英國與歐洲之間嘅一啲聯繫嘅歷史。咁講到歐國杯或者歐洲足球嘅時候，其實我哋會發現咧，睇波其實我細細個睇波咧，都係講9 X 年之後咧，就咦咁奇怪，咁點解英女王可以派兩隊以上出去嘅咧？因為英格蘭、蘇格蘭，因為有時呢幾年開始威爾斯啦，咁咪上一屆有北愛爾蘭添啦。哇！咁一家大啊，咪有北愛爾蘭嗰場嗰一年就冇咗蘇格蘭嘅，咁一家四口就曾經五十年代出現過一次嘅。咁但係點解一個一個海島國家可以同時間有四個足協咧？咁其實嚟自於當時佢哋四個內部嘅王國係各自認為自己係有自己嘅足球嘅起源嘅故事啦、歷史嘅發展啦，所以佢哋自己組成咗一個由地區慢慢去凝聚嘅一個區域嘅一個足協。咁所以就蘇格蘭就1870年代或1880年代係英格蘭先啦，跟住蘇格蘭啦，跟住就愛爾蘭啦，到威爾斯等等咧，佢哋都自己各自成立咗一啲足協啦。咁後來亦都因為呢個歷史緣故啦，因為國際足協係好後期，去到20世紀先可以出現嘅。1904年係啦，咁所以變咗1904年之後出現嘅足協，必須要去承認或者回顧翻當時候呢四個足協嘅故事啦。咁就你要見到點解後來呢四個足協仍然都係帶住自己嘅足球隊去參與唔同嘅國家級嘅呢個足球比賽。咁當然愛爾蘭要補充一句啦，當時候係屬於愛爾蘭嘅。咁對到愛爾蘭獨立之後咧，愛爾蘭自由邦獨立之後啦，咁嗰個愛爾蘭個足協嗰個地區，因為喺北邊，即係貝爾法萊德嗰度啦，咁所以咧嗰個北愛嘅嗰個政府就繼承翻嗰個足協嗰個身份。咁所以就變咗同愛爾蘭嗰個就分開咗咁樣。同埋我哋再可以諗就係當時早啲嘅時候嘅所謂國家嘅觀念咧，同我哋今時今日嘅所謂主權嘅民族國家有啲唔同，即係嗰個皇權之下嘅國嘅觀念嚇。咁所以當時喺英國裏邊當然可以有好多國啊，譬如當時喺即係今日嘅德國境內有無數咁多嘅國家或者 kingdom 喺裏邊，咁所以你要用嗰套觀念同今日主權國家比起，有少少微妙嘅差異喺度。咁而足球因為發源得早，咁所以中間嘅中間地帶就接受咗落去啦。不過要補充一點嘅，就唔係話你自古以嚟你老你舊，我一定要尊重你。有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就係你踢波踢得好先得噶嘛。咁即係你係大哥波，你踢得好，我先俾你踢，先可以交波俾你踢噶嘛。咁所以英格蘭嗰四個英格蘭即係英聯合王國入面四個足種咧，同國際足協嘅關係咧，係真係踢波踢得好唔好嘅關係。就係當年喺國際足協喺1904年成立嘅時候咧，一路都嗌呢四個足種加入。點解？因為佢哋踢波踢得好。其實咧喺國際足協成立之前咧，不停都有歐洲大陸嘅國家咧，歐陸國家同佢哋比賽。佢哋仲係用一個好謙卑嘅話語同佢比賽。喂，我哋學嘢啊，你過下嚟啊，我過去特別係法國啦。同佢睇得特別多，因為相對比較近啦。咁所以慢慢當國際足協成立嘅時候咧，就非常之想呢四個足總係加入。咁我係大哥，係咪先？我就踢咗40年波啦，即係1863年英國人足總就已經有，再之前已經踢，我就 set 好曬啲 rules。我踢咗40年波之後，你而家為搞個國際足協，你話你做大哥，你老幾啊？咁所以基本上英格蘭嘅態度係對佢哋非常之冷淡嘅嚇。咁直至到佢話好啦，我承認你四個足種。咁喺啲前輩學者研究足球歷史入面咧，呢一個係好關鍵嘅。唔單止承認你四個足種可以派四個球隊，仲有一個更加厲害嘅。大家而家淨係知道 FIFA 打機啊，國際足協其實一個機構，大家唔可以唔記得嘅就有叫做國際足協理事會，英文叫 IFAB。呢個 IFAB 咧其實係 set 我哋叫 law of the game， 就係國際足球嘅規例係佢哋 set 嘅。而呢一個 IFAB 入邊咧有八席，國際足協有四席，英格蘭、英國聯合王國嘅四個足總有四席，所有通過改例咧要六票，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佢有必須要呢四個足總同意你先可以改任何嘅賽例。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國際足協為咗要英格蘭加入佢哋咧，其實俾咗好多你可以話讓步啦，可以話尊重啦。但係你可以見到咧，即係江湖地位同踢波踢得好咧，就唔一定要老嘅。總之你同佢合作到，
你又願意，而佢又尊重你，咁咪大家可以合作啦。不過都人你知道咧，即係英格蘭，即係或者係英國嘅足總咧，即係都唔係咁易話為嘅。好多時因為少少嘢咧，佢又會退出嘅。好啦，我走啦，唔玩啦，唔同你玩。係啦，唔玩咗幾次嘅。你諗下點解英格蘭或英國嘅現代足球踢咗百幾年，1950年先參加第一次世界盃咧？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世界盃第一屆1930年，大哥嚟噶嘛，咪即刻踢啊嘛先。攞冠軍就唔係，就是、因為我唔中意你，唔中意你影響我嘅規例，唔中意你影響我好多嘅規則。譬如話，佢喺20年代佢退出國際足協，係因為咩？因為咧打完歐戰，你仲同嗰啲中歐澳空嘅前敵人踢波，但又唔可以唔同佢哋，因為國際足協其實本身係一班即係好歐洲嘅俱樂部嚟嘅，主要都係歐洲國家。其實中歐嘅國家，例如係奧地利啊、匈牙利啊、捷克，踢得好好嘅。你唔可以唔侵佢玩，但英格蘭我唔得，我唔可以同我嘅敵人踢波，所以20年代佢退出咗足協，跟住又入翻，跟住30年代咧佢又話退出，結果真係退出，就因為當時咧就係球員嘅所謂嘅 compensation， 個錢銀嘅你搞唔掂，所以第一屆世界盃30，第二屆世界盃34，第三個世界盃38，點解冇英格蘭呢？一路要戰後4、6年。英格蘭或者係4個足總先加入翻國際足協，所以點解英國會係喺1950年先出現喺第一次嘅世界盃呢？其實就係有啲點講啊，恩怨情仇啦，大哥波啦，同我哋喺球場同人踢嘅嗰啲咁嘅所謂嘅 dynamics 關係都有少少相似嘅。我補充一點就係其中一個發展應該就同商業發展有關係，因為英國好早已經係專業化咗足球呢一樣嘢，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咁所以早期蘇格蘭同埋英格蘭都係關係唔好，因為蘇格蘭仍然都踢業餘足球。咁但係有啲蘇格蘭人踢得好咧，就會去到英格蘭踢波，咁嗰啲叫做 Scotland Professor， 咁 Scotland Professor 就係嗰啲專門去踢波嗰啲人，專門去揾食。咁其實你會見到英國開始慢慢已經培養咗一啲所謂專業化嘅球員啦，為咗踢波，為咗賺錢而踢波，係已經變成咗一個日常習慣。咁當然其實佢哋呢個亦都係英國足球歷史嘅一個好重要嘅轉折點啦。點樣精英去精英化，成為大眾運動，成為咗一個娛樂。咁呢個專業化嘅過程都好緊要，但同時間其實歐洲其他國家咧，當時候並未好似英國咁樣去一個並起並坐，即係並坐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所謂專業化嘅足球，其實就出現咗頭先嗰個錢銀嘅問題啦。冇錯，我要講出，所以今日我正式平時去睇波嘅時候，都會發覺有陣時有啲微妙嘅東西喺英國係有啲唔同，即係譬如話我哋可以微妙咁感覺到，雖然冇心，大家心照不宣啊，即係嗰啲嘅身體接觸嘅緊密程度啊，球證嘅一啲嘅鬆緊嘅程度啊，睇英格蘭嘅聯賽嘅時候咧，同睇歐陸嘅比賽係有少少微妙嘅差異嘅。咁啊，當然冇人講話承認啊，但係大家都感覺到啊。係歐陸嗰啲球證話紅牌，英格蘭嗰啲話唔計，冇犯規啊。冇犯規啊！即係譬如有啲嘅，譬如就算係去到好近，譬如最近而家，譬如講到 VAR 嘅使用咁，其實英格蘭嘅一啲比賽裏面見到嘅情況同歐陸咧有啲唔同，先後次序啦、速度啦，有啲新規則嘅改革啦，點樣幾時去用啲新嘅東西 apply 落去嗰個比賽度啦，好多嘅呢啲嘅爭議咧喺裏面咧，其實都見得到，係有微妙嘅角力喺度。即係頭先嗰個微妙咧，就亦都同歷史好有關，同個運動本身歷史有關。大家知道現代足球嚟自英國，但係英國嘅足球嘅規則好多時係同欖球係有相當大嘅關係。咁你知英國人打欖球其實係最中意衝撞嘅，咁所以由欖球去到足球嘅時候咧，其實會見到足球有欖球嗰種影子。所以點解歐陸踢嗰啲即係所謂比較秀麗啲嘅足球咧，你會見到同英格蘭嘅風格係相當唔同。所以大家其實都講咗好多，譬如關於英國同埋歐洲足球之間嗰個關係啊。咁但係我哋睇翻歐洲國家杯咧，我覺得仍然係一個好獨特嘅歐洲文明嘅一個展現。即係譬如好似我細個開始接觸嘅時候咧，我覺得咦得意喎！你睇下萬國國旗嘅一個大博覽，係啲全部歐洲代表隊嘅，即係各個國家嘅代表隊，雖然嚟自唔同嘅國家，但係佢哋國旗上面都有一個好大嘅共同點，就係、是、個十字架喺度。即係由你睇到係由羅馬帝國奉咗基督教作為國教之後，一路流傳落嚟一個重要嘅文明。你展現到歐洲有一種喺傳統歷史有一種一元多。即係一體多元，但又多元一體嘅面貌，咁先可以建構到一個咁樣嘅足球。即係如果我哋講緊歐洲係一個一體化嘅進程咧，其實縱然經歷咗冷戰啦，我哋仍然睇到嗰個歷史嘅背景係點樣傳承住，令到當即係我哋知道歐洲國家杯其實呢個理想佢喺1927年已經出現嘅，咁就係嚟自當時法國嘅嗰個足協嘅秘書長德魯萊佢自己嘅一個
好憧憬啊！歐洲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歐洲大陸嘅賽事。咁當然，其實1960年第一屆出現嘅時候，其實開波前兩年佢已經過身啦。咁所以第一屆嘅杯叫德勞內杯，其實紀念佢嘅嗰個貢獻同埋佢嘅嗰個想法，終於都能夠落實。咁歐洲國家杯有趣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啦。我哋會見到唔同嘅國旗代表住唔同嘅 identity， 但 identity 背後其實有一種歐洲人佢哋自己相信住佢哋一種共同嘅普世價值同埋信念喺度。係啊，同埋都會代表住即係歐洲嘗試喺二戰之後嘅療傷嘅過程啊。雖然中國都唔互信啦，陣間都會再講好多嘅球隊想參加又唔參加種種嘅嘢，但你會睇到個趨向就係歐洲嘅國家，大家會覺得坐埋一齊食個包踢場波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大家知道今集我哋講歐洲國家杯好多嘅嘢同歐陸有關係啦。咁但其實我哋話依一個比賽本身係一個洲際嘅賽事嚟嘅，或者歐洲或者洲際嘅一個聯合，好多嘅演變咧，即係我哋睇翻好多都係喺二世界大戰之後咧，一步一步去推演。即係譬如話一啲歐洲嘅聯合嘅一啲組織啦，譬如歐洲嘅煤礦嘅共同體啦，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啦，然後因為煤礦組織即係有原子能咧，就是、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啦。依啲嘅組織咧就喺度起源，大家係話啊，不如我哋歐洲聯合埋一齊去做啲嘢啦，去溝通一下啦，譬如減啲嘅關税啦，去即係可能同美國嘅咁強嘅經濟體可以咬下手瓜啦，種種嘅嘢。咁所以你話歐洲嘅嗰個聯合嘅嘢咧，正話喺節嘅尾都講咗，係一個理想嚟嘅，即係話不如我哋唔好再打啦，即係咁。但其實同一時間咧，喺歐洲嘅共同體嘅入邊咧，佢都係一個一直 struggle 緊、掙扎緊去聯合嘅過程，將啲國家慢慢納入嘅一個過程。咁其實歐洲國家杯本身嘅歷史都見到一啲咁嘅情況啊。冇錯，因為我哋可以講翻頭先，我哋講好多國際足協啦。點解唔講歐洲足協呢？因為歐洲足協其實好遲喺戰後1954年先成立。咁但係點解會咁遲呢？就係、因為其實有國際足協咧，喺好一段長嘅時間係唔需要歐洲足協，因為國際足協本身就係法國、荷蘭、比利時等等嘅歐洲國家去發起，主要係招呼歐洲球隊，希望英格蘭嘅球隊加入嘅一個組織嚟嘅。但係去到後期，因為加入咗南美啦、阿根廷啦、巴西啦，甚至乎係烏拉圭，甚至乎係埃及啦等等，咁好多歐洲嘅球隊希望有多啲自己歐洲嘅聲音，同埋交通都有關。我哋講交通史啊嘛，因為你喺南美打，真係越洋過海，係唔係咁多歐洲球隊球員有咁嘅經費能力去做，所以佢都好希望喺歐洲本身自己有一個自己嘅一個賽事。咁所以一路喺頭先小毛都講啦，1927年。打後咧都好希望成立一個即係歐洲嘅足協，咁但係好多時都唔成功。其中原因就係因為英格蘭唔合作啦，因為其實你冇英格蘭或者冇一個四個足種去加入咧，其實成個賽事嘅即係可觀性又爭好遠。咁所以咧，我哋見到佢哋不斷希望成功咁成立，又包括咗英格蘭足種嘅歐洲足協咧，都做好多事嘅。其中一個咧就係你見到我而家睇一幅圖就知啦，就係佢1938年啊，當時咧英格蘭咧就就同歐洲或者同國際足協咧就好唔咬牙嘅，佢話不如我嚟學下嘢啦。有一場比賽喺阿仙奴嘅高貝利球場啊，就叫做英格蘭對 The Rest of Europe， 個名好勁啦，好似打機咁樣嗰啲咩？我似灣仔歐洲明星隊，我似灣仔會，我灣仔對其餘區分，其餘區分係咪？邊個願意做其餘區分？咁你見到嗰個高低立見啊，佢希望佢踢，咁但係當然啦，都嗌唔到英格蘭佢哋去加入佢，直至到1947年。再搞另一場 England 對 The Rest of Europe， 跟住咧戰後好多種種嘅原因啦，咁英格蘭就加入咗國際足協，亦都支持成立歐洲足協，咁歐洲足協先至可以喺1954年正式成立，跟住就搞到1960年嘅第一屆嘅歐洲國家杯。但係即係有時又真係歷史上就好多矛盾位嘅，當時係冷戰啦。第一屆嘅歐洲國家杯，蘇聯攞冠軍，我可以睇幅圖先，係啦，可以睇呢幅圖。我哋見到即係八爪魚先生啊，蘇聯嘅球員應該係進場嘅時候，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當然大家如果第一個歐洲足球先生係以守門員得獎，就係蘇聯嘅八爪魚耶辛啦。咁所以你見到佢當時帶領呢隊 CCCP， 即係我哋講嘅蘇聯去入場嘅一場比賽嘅過程啦。咁嗰一場嘅決賽就係蘇聯對南斯拉夫。但係即係嗰個矛盾位或者嗰個 ironic 位就係反而係英格蘭同埋即係歐國際
足協最早的發起者阿陀蘭，反而就因為咧地緣冷戰就冇參加。咁我哋見到即係當時蘇聯啊、南斯拉夫啊等等嘅故仔咧，即係都好值得喺冷戰嘅情景嚟講呢場波。咁佢頭先嗰個場景咧，其實是一個東歐國家杯嚟嘅，歐洲國家杯，即係決賽就係蘇聯贏南斯拉夫2-1啦。咁南斯拉夫嘅故仔都牽涉到，我覺得足球有陣時係睇到啲國運。即係喺歐洲國家杯會睇到好多呢咁嘅故仔嘅，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會回溯歐洲國家杯有兩大奇蹟啦，一個奇蹟就係92年嘅丹麥啦，另一個就係04年嘅希臘啦，係嘛？即係你冇辦法想象嘅，奧運就係希臘啫，即係我現代奧運我哋知道1896年第一屆就喺翻雅典，但係你好難想象希臘攞歐洲國家杯嗰陣時候，仲要喺圍財賽打翻上嚟啊嗰次。係啊，但丹麥係仲神奇嘅 case， 因為91年嘅南斯拉夫內戰。咁又導致到南斯拉夫直頭被取消資格，咁啊南斯拉夫就係散曬添啦。即係我哋跟住而家多咗好多球隊啦，即係你打機都多咗好多球隊揀啦，咩嗰啲克羅地亞啊，咁啊咁啊東歐蘇聯叫做真係瓦解咗倒台之後啦，其實東歐鐵幕亦都開始退出，咁然後啲國家就多咗好多，突然間見到好多國家隊，咁譬如話一個捷克斯洛伐克變咗兩個國家啦，即係而家我哋都睇緊啦，係咪啊？今屆佢兩隊都入咗啦，咁其實南斯拉夫嘅古仔係幾正嘅，即係又牽涉到丹麥嗰個奇蹟，因為南斯拉夫被禁賽，丹麥因為後來佢哋教練自己回顧翻先正，佢已經度緊假㗎。即係無端端一個電話打嚟話，喂，你哋有得踢喎咁樣，佢即刻成軍，跟住都諗住都係去陪跑啦。結果嗰屆佢攞冠軍，即係攞歐國杯冠軍。你覺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其實亦都牽涉到好多 identity 啊，即係可能阿樂言我哋成日睇波都會傾開偈講開話，嗰啲國家嗰啲個代表隊啊，即係嗰啲國腳啊，其實佢自己本身對個 identity 嘅想像喺個足球入邊嘅展現係好有趣。譬如話我哋知道後來阿爾巴尼亞啦。我哋知道可能係科索沃啦，頭先都提過啦。佢哋究竟自己會覺得係歸屬係乜嘢咧？以前係一個強大嘅南斯拉夫，係一個足球強國。但係後來就已經瓦解咗之後咧，東歐好多隊波咧都冇辦法可能去翻以前南斯拉夫能夠企及嘅水平。咁另外譬如話，好似我自己好關注西班牙啦。咁西班牙嘅故仔大家都知啦，即係經常老生常談啊。嗰啲加泰出身嘅嗰啲，但係選入國腳嗰啲友仔會點咧？國歌一定唔唱啦，唔使講啦呢樣嘢。就喺度影住個鏡頭 pan 過去嘅時候咧，佢永遠咧見到有啲襪頭咧有支西班牙國旗噶嘛，佢專登將個襪頭攝落去。遮咗啲西班牙，橡筋鬆啫，鬆咗，唔覺意鬆咗係嘛？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場面，又或者譬如話好似如果你係嚟自巴斯克地區嘅，你咪會畢爾包嗰啲咁樣，永遠都要用巴斯克有血緣關係嘅球員。即係我哋覺得呢啲好有血性啊，好有感覺嘅一種嘅歐洲嘅足球嘅意味咧，我哋會透過個國家同埋個 identity 去展現出嚟。即係南斯拉夫嘅政治有歷史一件事，但係作為足球咧就好可惜嘅，即係當時嘅即係斯托高域啊、少積高域啊、米盧斯域啊，一堆嘅係啊，即係一堆好強不得了嘅即係南斯拉夫嘅球員啊散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佢南斯拉夫瓦解之後，譬如克羅地亞都仲可以維持強勢一段時間，咩蘇加波班啊，即係都係仲係好強一段時間嘅。所以其實嗰對波嘅嗰個地方嘅人嗰、那個足球文化本身嘅力量係喺度。咁所以後來佢哋啲嗰啲球嗰啲嘅國家一瓦解之後咧，好多時又誕生咗一啲嘅歐洲嘅一啲新力軍。即係當時，譬如即係一去到，譬如塞爾維亞，之後又叫塞克，係嘛？咁啊，塞克又再拆散，又下邊係啦，山係啦，咁所以一堆嘅國家喺當時誕生，亦都代表住嗰個地方嘅足球文化咧，係有喺度。而得意係咩咧？嗰啲地方嘅強大嘅足球文化咧，或者話嗰啲地方出球星咧，係不以嗰個地方嘅強弱為依歸嘅，即係嗰啲國家可能係好少嘅人口啦，人口可能少過香港，地方好細啦，或者當時仲係好似戰亂頻仍嘅地方，但係咧佢依然可以睇得好好嘅足球，所以亦都代即係喺我成長嘅年代睇足球咧，亦都代表住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啲地方其實佢俾人哋話俾人知佢哋嘅力量咧，其實唔係靠佢國土大唔大啊，戰鬥力強唔強啊，經濟好唔好啊，GDP 高唔高啊，而係佢哇。掂喎，佢踢波掂，我話知你經濟好唔好啫，佢踢波掂啊嘛，即係呢一啲嘅嘢喺好長嘅成長年代咧，係代表住一個國家嘅形象，咁所以對我嚟講，足球嘅價值喺呢度。咁樣講，舉一個好近期嘅例子，就係蘇格蘭輸咗俾法羅群島。
咁啊，嗰一場比賽，蘇格蘭好似國恥咁樣啦，因為法郎群島大家知係丹麥嘅一個外屬嘅領地啦，你基本上見到你唔會想像可能長洲島咁或者加埋大嶼山咁嘅人口可以擊敗一隊蘇格蘭噶嘛，或者就算你打和都係一個侮辱啦。咁居然歷史就係咁樣發生。咩法羅群島啊、馬爾他有啲真係唔算得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小國其實你見到佢永遠都可能叫做魚腩部隊啊，點解年年歐國杯外圍賽佢哋都堅持參加呢？咁可能有一天列支敦士登啦、盧森堡啦呢啲咁樣嘅細國家，佢都可能喺一場比賽或者半場比賽獲得個勝利，你甚至乎列支敦士登嗰啲有一半球員都可能係半職業啊，法羅群島嗰啲直情半職業啊。梵蒂岡自己有一個球隊，我唔記得啦。咁所以你變咗嗱，教宗會唔會落場？咁當然喺一個半職業同職業之間，以國家作為identity 強化最成功，近年就是冰島啦。咁冰島就係一個真係人數仲少過香港嘅地方，但係可以打到咁出色，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咁但係頭先提到南斯拉夫，其實有啲。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內戰之後好多嘅球員咧，分散各地。咁但係其實呢個南斯拉夫內部嘅國家之間嘅矛盾，特別係塞爾維亞與周邊國家之間嘅矛盾好明顯。即係例如阿爾巴尼亞裔嘅球員，可能去咗瑞士咁樣。咁我哋記得上一屆瑞士有對兄弟球員啦。咁哥哥就係瑞士代表瑞士，咁細佬就對阿爾巴尼亞。咁啱。同一場比賽就發生咗啦，咁佢阿媽咧就同一時間就著咗件阿爾巴尼亞同瑞士嘅衫啦，去展現嗰個阿爾巴尼亞嗰個 identity。咁贏咗波咧，瑞士嗰場贏咗，而咁啱兩場比前後有兩場比賽，瑞士嘅阿爾巴尼亞裔嘅球員都入波咧，佢都做咗一個阿爾巴尼亞國旗嗰個鷹嗰個動作，其實係一個對於塞爾維亞嘅諷刺啦，同時係一個挑戰。其實你見到咧，呢、這個足球場上點解係一個戰場呢？就係、是、好多時候因為嗰個鏡頭、嗰、那個目光係世界聚焦。大家平時唔會讀歷史，但係嗰刻我哋要去問翻點解佢要做嗰一個動作。即係你講繼續。我補翻南斯拉夫，就大家知南斯拉夫當時獨裁者鐵托啦，即係佢成立咗南斯拉夫嘅時候，處於一個非常大壓力啦，因為佢南斯拉夫本身作為民族國家有問題，因為斯拉夫民族佢同即係俄羅斯嘅力量啊，種種唔同嘅力量之間，不如點解你要獨立呢？咁樣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強勢啦，所以表面上外人睇下獨裁者，但係佢嘅強嘅大力量咧，如果保持住南斯拉夫嘅存在一個好長嘅時候，直到佢死咗之後咧，其實南斯拉夫已經係即係壽終正寢。咁但係南斯拉夫當時亦都因為即係啲選舉啊投票嘅原因，南斯拉夫成立咗，即係喺裏邊成立咗六個嘅獨立嘅一個即係實體嘅。咁有啲嘅國家影響到今日嘅歐洲國家杯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講到即係正話之前有啲場波嘅，後嚟見到有啲國家其實一直都冇喺度個波咁啊，而家就出咗嚟啦。咁啊，亦都甚至同希臘咧有啲爭議，仲改埋名添。北馬其頓係啦，咁但係即係馬其頓，大家知道當時點解冇南馬其頓嘅咧？係啊，點解要北馬其頓？咁有冇東馬其頓？即係譬如馬其頓、北馬其頓或者馬其頓呢啲嘅分開出嚟，就係當時鐵托為咗平衡啲選票，嚟壓制塞爾維亞選票咧，有一個強大優勢而嚟嘅。咁呢啲亦都係可以補充。咁亦都出咗嚟北馬其頓喎。北馬其頓係啦，咁樣即係我哋要睇翻就係希臘歷史。你就可以即刻回顧翻，咁其實 Alexander Great 係希臘定係馬其頓啦，係嘛？咁所以先牽涉到個問題。仲有一單新聞係真係新鮮滾熱辣嘅，就係、是、烏克蘭件波衫上面咧有個克里米亞嘅 Shadow Area 印咗喺件波衫度，俄羅斯嘅外長出嚟揶揄佢，即係你從呢啲你都可以見到原來足球同國家國際關係好大關係。係啊，我哋唔服氣係正常啊，咁幾時可以唔服氣啊？好多時就喺球場可以唔服氣啊。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今節咧就係講歐洲國家杯嘅時候咧，好多時即係好多事發生，其實而家都已經有唔少，即係譬如有啲嘅球員喺球場裏邊有啲嘅情況啊，譬如啲心臟嘅問題啊，種種嘅情況喺好多嘅報道都見到。咁喺今時今日嘅語境咧，我哋發覺好多時大家都講話足球唔係最重要啊，人係緊要啲啊，甚至乎好多嘅聲音認為啊，都有人暈低咗，你應該取消咗場波啊咁樣嘅情況。咁作為一個老
球迷咧，我當然尊重生命啊，但我要講咧就喺好長嘅時間裏邊咧，即係歷史上啊，好多嘅人都認為咧，足球喺球場上面咧，其實真係一個戰場一般，即係佢哋認為有啲人會見到咧，佢係用一個戰爭嘅方法咧嚟處理足球比賽，即係依一點咧，我作為一個即係大齡球迷，都唔係好大齡，但係都開始睇得多。多波嘅人咧，以前嘅足球比賽明顯咧喺嗰個大家對足球嘅理解同今日咧嗰個即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啊，踢場波係體育競技啊，我真係唔係咁啊嗱，你問我就咁，所以就阿 Michael 係咪啊？你明我講咩？即係呢啲同人生好多關係一樣嘅。係啊，你明明想分離，佢係偏偏嚟搞你。係咪啊？你唔搞佢，佢又搞你喎！你成日都話足球同政治冇關，千祈唔好攞政治滲入運動講啊！而但喺呢個歷史上咧，我睇唔到有幾多時候會發生。譬如頭先阿小梅有講到啦，即係搞到即係外交風波嗰一決。其實有另一個外交風波，大家即係少留意，因為嗰一年咧，大家淨係留意英格蘭攞冠軍，就係1966年嘅世界盃喺英國搞，英格蘭攞冠軍。英格蘭終於攞冠軍啦！終於係啊，亦都暫時係唯一一次。哎呀咁樣講，好傷心啊！但係呢件事咧喺個新聞頭條太即係出位，咁大家咧冇留意一個好重要外交風波，因為當日唔係英格蘭球隊最緊張，係英國嘅外交部好緊張。因為點解咧？即係有時足球都係講國運啊。嗰一年度嘅世界盃咧，喺因緣際會底下，因為非洲國家同埋部分亞洲國家杯葛世界盃，因為佢哋嘅分嗰、那個出線個位置唔公平，去唔踢，而令到最尾嘅分組賽係北韓對澳洲。咁啊，北韓大炒澳洲，跟住又攞咗最後一個亞洲席位，係居然可以去到倫敦踢世界盃，咁就驚啦！英國唔承認北韓嘅，咁佢去到又展示國旗，又展示國名，咁曾經咧英國外交部咧係同韓國嗰邊嘅領事咧，再同國際足協開會咧，係試圖踢佢走。咁但係如果因為政治原因踢佢走咧，可能英國會受罰。咁所以搞好多嘢咧，結果都係有幾條橋，第一條橋。勸佢唔好展示國旗。第二條橋勸佢唔好講自己全個國嘅國家名，因為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只可以用北韓。第三名就係勸大家傳媒同埋皇室人員同埋政要唔好去接見佢哋，等佢哋慢慢踢完之後低調走。結果咧就擺平呢場外交風波。不過緊要嘅就係當年嘅北韓係1-0。贏咗意大利，係啊！當時人心嘅力量已經初次顯現㗎啦，係啊！即係幾十年之後再做多佢一次，不過係兄弟另一邊鬧我啦，係啊！佢黑哨嚟嘅，所以你話即係政治同球場即係冇關係咧，就真係好難啊！係啦，即係我再講翻正話嗰個觀點，就係嗰個足球嗰個力量問題，即係譬如包括世界盃嚇，即係都講少少，譬如話。即係當時科蘭群島戰爭啱啱即係咁，你阿根廷對英格蘭，即係你喺當時無論係球場上、球場外，大家嘅睇法裏邊，呢一場根本上就係一場戰爭嚟。即係馬多納係以打仗嘅身份成為國家英雄，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今日譬如馬多納即係最近離開咗嘅時候，你會見到個國家對嗰個球員嘅。嗰、那個情緒唔止係一個球員咁簡單，佢代表住一個即係國家嘅一個 icon 嘅一個名物。咁同埋你如果當時同當時嘅阿根廷人講，或者同今時今日嘅阿根廷人講話，依啲嘢過咗去啦，即係幾十年前嘅歷史小污點，咪當抹咗個算數，科蘭群島啊嘛，咁嘥係咪？其實你絕對係錯啊，因為其實喺兩三年前有啲咁嘅笑話開過嘅時候，亦都有人係即係譬如英國喺 BBC 嘅球佢派咗喺阿根廷，係俾人哋一路沿路掉石仔，追住啲攝制隊掉足幾十公里，掉到佢離開為止。而當時嗰啲嘅阿根廷警察話：我做唔到嘢喎，睇唔到啊？有咩？我直情睇到話我做唔到嘢，我哋要快走啦，你好快走啦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整個嘅氣氛啊部分啊，足球係反映或者代表住好多嘅國仇家恨喺裏邊。不過我覺得歐洲嘅足球運動咧，同可能其他地方咧，佢有一個特別嘅默契。除咗佢受歡迎，點解我哋中意睇？可能時間上夜晚禮波 relax 啲啦，或者可能真係咁嘅水平上真係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咧。咁佢都其實好刻意地將唔同嘅國家、新國家又好、未被聯合國承認嘅國家又好 ，whatever 啦，咁都係會有唔同嘅形式。去參與嘅，咁啊舉個例，英國嘅即係所屬嘅直布羅陀咁樣，都會係成為咗近年嘅一支最新嘅魚腩球隊啦。咁但係原來直布羅陀喺參與歐國杯裏邊咧，有一個好微妙嘅抽籤嘅，係好唔公平嘅，就係佢永遠都唔需要抽中同西班牙一組嘅。
哦，係咩？係唔會同西班牙一起發生嘅，因為驚打起上嚟真係。係啦，因為西班牙曾經好揚言話，只要直布羅陀加入歐洲足協，我會即刻離開。咁但係我以為西班牙話直布羅陀攞到冠軍嘅，我食咗張台添。咩都緊要，我以為佢話直布羅陀贏咗我西班牙嘅話，即係巴塞羅那可以獨立，即係獨立全部獨立。唔係，但係真係好敏感啊，因為直布羅陀而家英國脱歐都係成為一個好敏感嘅話題。係啦，所以點解歐洲足協會發生咁嘅事？但所以最後西班牙當然就冇離開歐洲足協啦，但係可能就係一個咁樣嘅轉，即係一個讓步，就係佢永遠都唔會同西班牙同一個抽籤抽一中咯。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同埋我諗大家比較年紀大少少嘅球迷咧，你講邊個就會知道咧？你睇唔到佢手點食咁？葡萄牙咁啊，早期因為我哋都知道有黑炮啊嘛。由西比奧啊，係啦，咁你見到非裔球員其實對於歐洲場所係一個好震撼，其實大家可能開頭唔係好接受嘅。咁其實你見到呢十年八載，你會見到一啲好傳統嘅歐陸國家係以前冇乜非裔或者黑人球員嘅，你見到佢哋都慢慢去融入，慢慢接納。其實見到歐洲嘅場，歐洲嘅錄音場咧，其實係好慢慢有啲融合嘅情況出現嘅。所以你見到德國隊啊，意大利啊，法國球隊啦，好多法國啊，法國之前係全部就係一半都係啦。咁但係雖然有人有爭議啦，咁但係我覺得最近有一個例子就係瑞士都亦都開始有非裔球員。啱啊，樂言呢個觀察好觀察，好重要啊！譬如我睇一場我又係。通常我睇歐洲國家杯就睇好多國家見到就會諗下嗰啲恩怨情仇啊，最近睇嗰場就係俄羅斯對芬蘭啦，咁一睇就話即係冬季戰爭啦，係咪？我出芬蘭我一睇，我喺度有心留意嘅就係俄羅斯有冇黑人球員，因為一直都未有。咁我芬蘭有好多，芬蘭有係啊，即係你會見到俄羅斯同芬蘭就係呢啲包括國家，其實你會見到個黑人球員嘅數量開始係向上升，尤其你芬蘭都有三分一已經係黑人球員啦。咁啊，淨係俄羅斯就未有，即係仲有啲乜乜夫係為主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嗰個移民政策，你嗰個啟發其實係變緊、轉變緊，就係一個更加多元嘅種族嘅一個歐洲球隊係。可能亦都考慮到非洲難民問題啊、移民政策啊，或者係歐洲對於嗰個勞動人口個需求嘅問題啊。其實你喺呢個人口裏呢個咁樣嘅分布裏邊，你可以見證到呢個情況出現。不過你會見到其實從個歐洲球隊入邊嘅所謂非裔或者係有色嘅球員嘅比例咧，可以見到咧嗰個帝國嘅歷史嘅。你會見到其實即係英國係相對比較早。係有不同膚色嘅踢波，跟住去到你見到當然啦，法國啦，跟住去到中歐、歐陸甚至乎因為瑞士啊等等，其實你會見到成個帝國去殖嘅過程，佢夠唔夠多元，佢嘅社會嘅文化係點樣？譬如我可以講下啲好喜歡嘅，即係所謂有色人種嘅球員啦，譬如蘇金寶我好中意，咁就恩師啦，恩師不得了啦，係啊，即係我哋叫狼狗中場。即係英格蘭最困得高爾啦，係嘛？即係等等都係非常之出色嘅球員。同埋我哋當年睇世界盃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首次合麥隆殺入去嘅時候，係大家好震撼噶嘛？喂，原來佢哋踢波踢得咁勁嘅，點解你俾咁少位佢哋出線嘅？咁慢慢非洲喺國際專業嘅聲音咧。因為佢嘅成績咧，所以就越嚟越大啦。2002年就塞內加爾就打到去八強啦，咁啊令到大家突然之間全部歐洲球壇都狂簽塞內加爾球員啦。即再早打得最癲係尼日利亞啦，即大家都哇驚啊！大家話意大利話歐洲飛鷹，可唔可以唔好再對啲體力咁好嘅球隊？英格蘭次次都對尼日利亞同克羅地亞咁樣啦。咁我哋講，不如可以講下我哋中意嘅。球員、球隊嘅球星啦，既然咁喺歷史上邊啊，唔好講咁遠啦，唔好講咁老，講古老夫梗係唔會講啦，我都唔識佢，係咪？我自己中意嘅球員，通常都係可能同自己踢波有關，都係中意一啲即係比較有球味啊、打甩門牙、大血吞啊嗰啲球員。譬如即係 Michael 都係有球味嘅。譬如堅尼啦，即係曼聯嘅堅尼啦，史高斯啦，即係呢啲我係比較中意嘅。我比較唔中意咧就係咧，又好波啦。又靚仔啦，老婆又靚啦，例如碧咸啊、斯朗，我哋對呢個世界太唔公平，所以呢啲我係唔係好中意。唔係咯，我覺得米哥應該唔中意自己啊。你哋可以講，你唔係就係呢啲人咯，咪就係咯，咪就係呢啲人渣嗰啲咯，係咯。勝利人只可以打甩門牙嘅啫。你真係即係得帶出一點，譬如堅尼啊、同期譬如阿仙奴、譬如阿當斯啊嗰堆嘅球基昂嗰啲球員咧，其實就係球場就係戰場，即係佢哋覺得我係要即係。打
擊你、打冧你為主嘅。咁就當時嘅足球都好唔同嘅味道，即係譬如當時嘅英格蘭嘅比賽裏面嗰個激烈程度、嗰、那個困嘅程度，你會知道嗰晚一定打交㗎啦。但係幾時嘅啫？去到80分鐘未打，仲有幾分鐘喎？點解未打？真係會打嘅之後，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同今時今日仲好多比賽嗰啲咩打比大戰啊，那個氣氛咧係有嗰個微妙嘅分別嘅。咁啊，都係最中意嘅球員咧。我同你接近，如果歐陸計咧，恩尼斯達我最中意。恩尼斯達正，唔係基本上我係因為一個西班牙多年嚟嘅死忠咧，其實係所有西班牙球員我都喜歡嘅。咁但係因為我自己細個踢波咧都係打鋒線位嘅，咁所以我都係比較留意前鋒嘅。咁啊，我就好中意大衛維納咯。因為大衛娜真係大衛娜踢法似你啊，係啊，嗰個係另一個球員嚟嘅，即係大衛娜嘅，即係佢，我覺得佢真係射術啊，同埋走位真係好正好。沙維啦，係啊，但你話如果唔擺西班牙，即係呢個 nationality 咧，其實雲巴士頓係最精彩嘅，即係如果歐國杯，我成日都講個故仔，1988年荷蘭攞冠軍，三劍俠，即係佢又要叫蘇利南裔。古列治同埋咧個列卡特，但係雲巴士頓嗰個領導射球，仲有古列治嗰個可以寫入教科書嘅頭槌，佢帶出嚟嗰個係一個國運性嘅影響，輸俾佢嗰度就係蘇聯，跟住無奈蘇聯就 L 咗啦。喂，真係啊！60年歐洲國家杯攞冠軍，蘇聯，蘇聯係啊，88年輸咗俾荷蘭，60年係上升㗎，好勁啊，同美國有一困㗎。所以我話 Michael 話國運同足球有關，真係好正，係一個經典嘅巧合。不過老師。記住一樣嘢，你講緊個荷蘭已經20多年前㗎啦。哦，唔係，而家唔係咁啦，而家荷蘭咧，嗰啲龍門嗰啲咧，都係幾年前都係愛華頓後備龍門。我成日都好，即係有少少唔係好中意咧，好多即係足球評論員仲喺度講荷蘭全能足球，德國係防守足球嗰啲咁樣。唔係全世界都全能足球。幾廿年前嘅嘢攞翻出嚟講，世界變咗，球員變咗，身價變咗，英格蘭唔係淨係吊高波㗎。咪就係。係啦，我哋就話咧，就係一個瘋狂嘅尾聲嘅時候咧，就係今集咧就完結，我哋下禮拜繼續傾。